绍一下 Michael 先啦。咁 Michael 佢嘅专业就系平面设计啦，公司名系 C-Force Creative。系啦，咁佢嘅专业咁咧就系呢个平面设计啦。咁佢嘅地址咧就喺荔枝角，年资超过20年。咁屋企有太太同仔仔啦。咁最感兴趣活动咧就系同仔仔去玩啦。咁期望就做多啲出色嘅设计，同埋有机会如果有大家有秘密嘅话，同大家 dance 嘅时候再倾啦。咁成功关键咧就系未成功，仲系努力中嘅。系啦 ，Hello Michael。好啊，hey, 大家好，咁我系 Michael 啦，咁系做平面设计嘅，咁特别专注咧系做visual branding。咁我其實已經做超過20年㗎啦。之前咧其實已經做過幾次嘅五分鐘啦。今次呢次嘅五分鐘，我最主要係想多謝嘅，多謝一啲嘅會友或者係佢哋嘅介紹過俾我嘅 referral。咁我想喺呢度咧係多謝佢哋嘅。呢個咧係我入 Infinity 第一個嘅接到嘅 job 啊。咁係 Hannah 係一個營養師，非常之出色嘅一位營養師啦。咁我就幫佢做一個卡片嘅設計嘅。咁好多謝 Hannah 嘅，係我第一個喺 Infinity 攞到嘅 job。呢個係阿 Rick 啦，阿 Rick 其實今日都好似喺度啊，係我哋之前嘅會友啦。咁佢係做呢個環保餐具嘅，咁亦都係第一個咧，佢揾我做logo 嚇做 branding。咁啊，非常之多謝佢。咁就同埋其實係呢一個 job 咧，都俾我咧有機會咧係攞到喺 New York 嘅一個設計嘅比賽裡面咧攞到一個金獎嘅。咁所以呢度都好多謝阿 Rick 啦。而且阿 Rick 都介紹咗一個温哥華嘅project 俾我。咁亦都係一啲海外嘅設計嘅工作啦。嚇，咁亦都多謝阿 Rick 嘅。多謝阿姐啦，阿 Rosina 啦。咁佢揾我做卡片設計啦。欣賞我嘅設計啦，咁好多時候佢都會同佢嘅客人講話，好中意我嘅卡片，咁呢度真係非常非常多謝阿姐，希望你繼續會用我呢一個設計啦嚇，呢兩個design。另外第二個揾我做 logo 咧就係阿 Thera， 今日我嘅嘉賓啦，咁佢係 Fox Creation 啦，我仲好記得佢問啊，其實我都係試下搏一鋪嘅就揾你設計咁樣，咁我希望。我的 logo 設計是真的幫到他的 business 是可以繼續 grow 啦。我都聽聞他是不斷 grow 緊嘅佢嘅 business 嚇。咁啊 ，Fox Creation 一間非常之出色嘅做 PR and marketing 嘅公司。咁啊 ，Thera 亦都介紹咗第一太平戴維斯嘅兩個 job 俾我。咁啊可以接觸嗰啲比較大啲嘅機構嘅 job 啦。一間兩個都係 即係 logo design identity。GFM 同埋 Prime， 咁呢度都係多謝阿 Thera 嘅。另一個我好中意嘅 project 都係前會友啦，咁佢係招財貓啦，我諗大家都好記得阿 Ryan 啦。咁雖然佢而家移民咗啦，咁但係佢之前我幫佢做嗰陣時候咧，呢個係一個 logo 嘅 design， 同埋咧係一啲酒嘅 label 嘅 design， 都係一個我自己好中意嘅 project。希望呢一個 design 都可以為我攞到一啲嘅獎項啦。呢個一定要提啦 ，Ben Sir 啦，因為絕對 Ben Sir 係俾到我，佢揾我做咗三個 logo， 呢個係第一個係 Loki， 咁係佢自己本身都係好中意設計，所以我幫佢做設計嘅時候咧，我係特別咧係要即係加多啲精神啊，加多啲心力嘅，咁啊所以多謝阿 Ben 啦，咁啊呢個係另外嗰兩個阿 Ben 揾我做嘅 logo design 啦，一個係 Opus， 一個係HBNL 嚇，咁希望佢滿意我嘅設計啦嚇 ，so far。咁另外阿 Ben Sir 非常之好啦，佢介紹咗之前有一個幼稚園啦，佛教幼稚園另一個 project 係俾我識，咁啊做咗呢一個設計。呢個設計咧係亦都好幸運地咧可以俾我攞到一個銀獎嘅一個國際嘅設計嘅獎項啦。嚇，咁非常之多謝阿 Ben 啦，同埋阿 Ben 都介紹咗神姐俾我識啦，幫佢設計 poster 啊，設計呢個月餅盒咁樣嘅。咁啊，多謝阿 Ben， 多謝阿 Ben。另外一個我前會友啦 ，Ivan 啦，咁係一位品瑞師，咁啊幫佢做一個 logo 同埋一個 stationery 啦，即係一套一 set 咁樣去 develop 佢個 brand 咯。多謝 Lawrence 啦，因為 Lawrence 係又係揾我幫佢做 logo 啦，同埋 Lawrence 係好信任嘅，我喺整個過程裏面，我 feel 到佢係對即係對我嘅設計係有一種好信任喺度，即係唔會點樣特別 challenge 咁啊，非常之多謝阿 Lawrence 對我嘅信任。多謝 Vincent 啦 ，Vincent 孫即係俾我機會去做一個另一個 logo 啦，木耀啦，佢Vincent 係一個好出色嘅 interior designer， 咁佢呢條係另一條 line， 咁我幫佢做呢個 logo， 咁亦都係希望呢一個 logo 可以帶到俾佢一個好嘅形象啦，幫到佢啦。
多謝 Jackie 啦 ，Jackie 俾我有機會去幫佢做一個 logo design 啦。咁Jackie 係同藝術好有關係，佢有一位好出色嘅做 framing 做一啲 exhibition art 嘅同藝術有關嘅。總之逢親有同藝術有關，你揾阿 Jackie 就啱噶啦。咁我都好好中意做呢一類嘅 project 嘅。咁所以呢度我都好多謝阿 Jackie 俾我嘅對我嘅信任啦。行業一定要提啦，因為大家如果去到太子道，一定要即係嗰度附近一定要去呢間。是韓式的一間的餐廳或者零售叫 K-Stuff 行業，多謝 Ronnie 給我有機會也是幫他做設計、我自己也很喜歡這個設計，還有我也很喜歡 你那些所有的食物那些東西，非常之正。時間差不多了，得很快很快、Wooston、最後是 Kent 的，這個是、最近幫他做的一個 design， 多謝 Kent。 接下來有 Luke 和 Candid、兩個 project， 我都很期待能夠給他一些好東西給他們。最後我這裡想講是很多謝 Infinity 過往給我很多機會幫 Infinity 去做一些 logo 設計，有 logo 啦，有一些 invitation card 啦，有一些過往一些周年紀念 anniversary 的時候做的一些 backdrop 啊，個 theme 的 design 啦，有 BOD 啦，這個是我是很喜歡做的一些 concept 啦，還有不同的 graphic 啦，還有多謝 Duncan Vincent Fong俾我有機會去幫禮品群組同埋地產個群組兩個咧做 logo 設計同埋設計一啲個 poster， 所以喺度再一次多謝大家咁多機會俾我可以去做設計。最後Billy 俾得少少時間我，呢個咧係一個我自己最中意幫 Infinity 做嘅 design， 係好多年前咧一個年會咧我幫佢做一個 poster。Actually 呢個 poster 咧係會隨著你睇個角度唔同咧，佢係會變嘅。我諗大家都會有啲記得呢樣嘢，睇你係從咩角度去睇，有啲係 give， 但從呢個角度去睇，可能佢就變咗個 gain。咁所以其實呢個係完全係 depend on 你個 perspective。我好中意呢個 poster 嘅，我覺得我都希望 Infinity 即透過呢個 poster 可以表達到 Infinity 係一個 creative 有創意嘅 professional 係非常之專業嘅 unique 係好獨特嘅。最緊要我覺得係一種格局咯。我希望 Infinity 係有一個咁樣嘅一個。character 係喺 BNI 嘅咁多個 chapters 裏面咯，咁啊 ，thank you， 咁我今日嘅分享係咁多 ，thank you。好 ，thank you， 我都想攝少少時間，唔好意思啊，係啦，咁啊頭先喺度睇翻，原來即係你見到係我哋好多會友都好信任 Michael， 所以佢先至咁多會友係支持 Michael 啦，咁同埋我都好想呼籲大家，我哋所有會員都喺聊天室打翻就係 Michael，thank you 啦，係啦，因為向佢致敬啦，因為佢為我哋 Infinity 咧都服務咗好耐啦，好多。好多屆啊，包括我哋嘅 logo 啊、新秀龍頻道啊，每一屆嘅主題啊，好多都係，甚至乎我哋今屆麻將光芒嘅 design 都係 Michael 幫我哋設計嘅，都想大家繼續係啦喺聊天室多謝翻佢，係啦向佢致敬。好，拜拜。